我们的好市长孙海那个暴龙大作战。嗯，未来时空是一款基于数码宝贝为原型的 3D 对战手游，哦，老厉害了哈。那么它这里面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人物供咱们选择，光是看左边的对话框都有非常多的角色啊。然后你看这八达兽、迪鲁兽、金毛。当然如果大家想换人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啊，只需轻轻戳一下右上角的蛋蛋，哦，我们就可以进入选人画面了。哦，大家看这里面包含了第一部所有的数码宝贝，哦，你看这牙骨兽，哦，巴鲁兽，还有这个戈玛兽，哦，老多了哈。那么每一种角色呢都有他们各自的技能哈，哦，非常厉害。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他们换各种各样的皮肤，哦，比如说这个牙骨兽啊，来点击这个皮肤之后，哦，大家看非常的多啊，还有稀有呢，哦，病毒种，买中个毒就变黑了啊，哦！咱们还是用这个太医的护目镜款啊，然后看着比较亲切，因为哦，对了，这款游戏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在它的进化系统哦。嗯，只要我们在这个游戏中升到15级，哎，咱们就可以巧妙的进化了。而且这个进化之后呢，它也有皮肤可以选择的哦。你看，哇，哦，黑暗巨龙兽，我天，好恐怖。嗯，咱们还是用普通的吧啊。哎，等会儿。我发现它还有完全体和究极体的选项哦，哦，听说到了30级还有可能超进化，妈呀，那以后就好玩了嘿，哦，进化成机械暴龙兽和战斗暴龙兽，我，哦，天哪，妈呀，老骚气了哈！咱们人组队的时候还能合体进化，哦，然后随着这个游戏的不断更新，人物会越来越多，哇，哦，那到以后简直是太好玩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。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数码宝贝的世界，哦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要致富先打野，大家看。前方发现一只倒霉的小恶魔兽，哈哈，啊，咱们只要把它杀了之后呢，它就会掉出血瓶和经验来。哎，大家看，就是这蓝色的晶体哈，全部是经验。哎，这个红色拐弯呢就是血瓶了，哈哈。嗯，我们只要升到了15级，哎，就可以巧妙的进化了。来吧，哇，慢慢的猥琐发育哈，别浪。哦，旁边有只3级的迪鲁兽，嘿，咱们跟它刚一波。哎，在刚的时候呢，我们吐个火球来把它晕眩了之后，哎，它又正常了哈，再吐个火球，哈哈，它又晕了。哇，只要这样一直可以把它耗死来，哎，不过它跑了，我去，嘿，有人给我打呀啊！哇，大家看，我这点两下方向键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开始跑，跑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呼，第三个技能就全部的出来了哈。来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，哇呼，哎，你看，哇，我这个第三个技能还可以把它晕眩的呀，呵呵，这个骚气了啊，哎。我要追这个迪鲁兽跑，来吧，小迪鲁兽！嚯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哇，哦，上面跟我一样有个牙骨兽，哎呀，他死掉了，哈哈。好，我们接着来打野，哇，两个一起打，我不知道为啥哈，这个小恶魔兽他就是不攻击我，哈哈，反正把他杀了就行了，因为，嗯，杰士尼，嚯，哎，我这还有背击效果的呀，嗯，杰士尼，来吧，啊哈，妈呀，我快到15级了 ，nice， 喽，哎，哇，好多经验，妈呀！这个经验好大块，呵呵呵，哦，哎，对了，我还能躲在草丛里面。大家看好了哈，等有个人经过的时候，我就跳出去吓他一激灵。嗯，哦，前面有个仙人掌兽，我吐个火球，呼呼，啊，没吐着，哎，那算了，不管他了啊。嗯，我们出来打点野。哇，海狮兽，我的天，哇，他们都进化了吗？哈哈，我也进化了，牙骨兽进化，暴龙兽，哈哈，我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了。来吧，你们都给我玩去，好不好？哇，大家可以看见哈，只要我进化之后，我的技能都不同了。哎，下面有个比多兽，妈呀，它放电，哎，好疼哈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眩晕它一波，哈哈。再来个火焰兔，哈哈，它又晕了。哎，打得过我吗？我去下面捡个血啊，无人。哎，再捡一个，哈哈，你现在血比我少了，你完蛋了。哎，我再吐一下。呜，哦，他快死了，再看 ，nice， all right， 呜，哦，来，我要追他一波，走你呀，啊哈，哇，瞬间击杀，大家看，呜，哦，这人太骚气了啊，妈呀，哎，你还想打我呀，哈，啊，嚯，弄得死我吗你，吐，哇，一个大火球，哎，等会儿它上面有个仙人掌兽哈，凶多吉少，哇，赶紧跑一波，呵呵，打一点小恶魔兽，呵呵，长点血啊就行了哈，呜，哦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呀，啊！他们俩呢在打的时候，我能不能从后面薅一击？啊，也不行啊，他们是合力来打我了，我去！前方有个甲虫兽，它进化了，比多兽！妈呀！我见证了这个奇迹的时刻啊！哇，哦，不不不，我不应该被你打死啊！我天 ！Oh no！ 我不会要被一个5级的打死了吧 ？My God！ 哦，不对，前方有个血瓶啊，但是那有个比多兽，哈哈，我们惹不起啊！来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躲一波，好，杀一个小恶魔兽，呵呵，好的，呵呵，我现在又瞬间回来点血啊，哦，大家看见，哦，BOSS 即将刷新，呵呵，
啊 ，BOSS 应该就在这个广场中间儿，哈、啊，是一个恶魔兽，呵呵非常厉害啊。第一波的 BOSS，Alright， 好，慢慢的过去，来再打一个小木恶魔兽，哈哈，好的，哎、呀，捡个血管儿，哇，我马上就可以满血满状态了呀，啊，哎，这个是我的，你个臭压骨兽，你往前跑啊，啊，西蒙薅死你，哎，呼呼，眩晕了吧，啊 ，BOSS 已出现，来，让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BOSS 长啥样啊。嗯，就在这儿，呵呵，广场的中心。呜呼呼！妈呀，这么多人打 BOSS 吗？啊，哼，来，我来捡波漏了。呼呼，哎，有个牙骨兽十级，他快死了是不？我眩晕一下比多兽，啊，跑一波啊、哦！来，呜、哦、在他们打 BOSS 之际，我来偷袭他们。哎，跑了呀？好吧，我们就安心打打 BOSS 行吗？恶魔兽，哎，大哥，干啥呀？啊，嚯！挺阴险呐啊！嘿，你打得过我吗？我可是满血呀！呼呼，嗯，恶魔兽，哎，等会儿这有一个加鲁鲁兽，我、哦、等，哇 ，BOSS 死了，哈哈，呀，都是我的了，这些经验，呜、哦、吼吼，哎，我现在瞬间26级了哈，这个游戏里面满级是30级，哈哈，就差4级我就可以满级了，呜、哦、吼吼，这不是那个皮肤吗？哇，他30级了，哇、哦，快跑！哈哈啊，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啊！哎，往上走一波，啊哈啊，有一个比多兽 ，My God， 30级不要打我行不行？打不过你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躲在草丛里，他就看不见我们了啊！好，先躲一波再说。嗯，他应该找不着我了啊！哇，他去打那个比多兽了。大家看右上角地图，那个王冠就是他，他离我还挺近的哈、啊，因为他是第一名。好，我们慢慢的向下移动，这有个加鲁鲁兽。先不惹他哦，他也是30级，他过来了，我天 ，Oh my god， 他看见我了，救命啊！哦，我现在发现一个迪鲁兽，哼，才10级，嘿嘿，哇，我现在要以大欺小了啊！哎，这有一个挂机的，啊，看我薅死他，哎，上面还有一个比多兽呢，啊，先不管他，先把这个打死，哇哦。哎，虽说小，爆的经验那也不少。呵呵，我发现我现在在全服第11名了呀！呵呵，等等，我27级这么高的级数也11名吗？哇，你小子想跟我刚啊？啊，6级想打27级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天，哈哈，你完蛋了啊！还想跑是不？哇、哦，你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啊？嚯嚯，瞬间击杀！哎，这边还有个1级的，啊，不管他啊。哦，我们去中间打个 BOSS。等会儿有个残血的比多兽，嘿嘿。你小子完蛋了！哎，等会儿我快没气了。哇、哦，不要紧，哼，先干死他要紧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慢慢的向前。嚯、哦，吐个火球，晕眩了一波。我吐，妈呀，没吐着，哼，没气了，我宣。好，慢慢的向下走、哦，又可以吐火球了。嘿嘿，打到了吗？啊，没打到啊。哦，咱们接着往下啊，应该就在不远处。大家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嘿嘿，你小子完蛋了。哎，我现在可以跑了是不？呜、哦、呼，来吧。你跑不过我的，你啊！哈、啊、一阵疯狂乱抓，嘿、哎，他就归西了。呜、哦，我要30级了 ，nice！ 嚯、哦，又一个14级的，哇、哦，哦哦，简直太爽了哈！再看我30级之后呢，已经变得很大了哈，他们应该都敌不过我了。有个残血的比多兽，妈呀，这比多兽怎么净光残血呢？啊，我得到了全场第6名啊，也行哈。接着我们换个角色，我那时候这个八大兽可厉害了，嚯、哦！它有2种模式，分别是天空模式和地面模式。比如说现在呢，我是这个天空模式，然后我按一下这个技能键，呼呼，我就巧妙的变成了地面模式，哇，4条腿在地上跑啊、哦！而且这个变化模式之后呢，它的普通攻击也变了啊、哦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地面模式，普通攻击是这个发空气炮，呵呵啊，非常厉害啊、哦！等会儿他要把我打死了呵呵，我们赶紧变成天空模式飞走，哎，追不着我行不行？呜呼呼，你2个腿跑的，你能有我这个翅膀飞得快吗？啊？哦，看我巧妙的漂个移，嘿嘿，哎，等会儿这不是漂移，我去，啊，漂了半天都没回过去，我去，来，咱们接着打一波小恶魔兽，升一点级，旁边有一只残血的亚骨兽，呵呵，哦，机会，哎，他人呢？啊，哇，在这儿呢，突啊，怎么感觉像电光一闪似的呢？哎，管他是啥，来吧，我追着就一挡，哎，突啊，也没打着，我把他抽晕了，大家看，妈呀！哇，太牛逼了啊、哦！哎，又有个残血的，算了，先打这一只吧。喂、哎，吼吼，死了吗？啊，跟我玩门都没有，我告诉你。嗯，瞬间击杀一个，哇、哦，10级了，大家看。啊，再打那么5级，我就可以进化成天使兽了。
哎，话说天使兽好像也有两种模式来着啊，也是天空型和地面型，残血的迪路兽。嘿嘿，猎人我算你倒霉啊。哦，飞不过我，待会儿跟你说。破，瞬间击倒。妈呀，我的技术实在太精湛了啊。又一个残血的亚古兽。哎，等会儿他把我眩晕了，哼，但是没多大卵用，我告诉您。哎，让我回一波之后，哇，又冲倒了。妈呀，这霸大兽挺厉害呀。哦吼，我追着你就一波打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不，飞偏了啊，航线有点出错。哎，吐啊，嘿嘿，跑不了的，我告诉你。进化了，霸大兽进化，天使兽，哇，太骚气了！妈呀，你这个迪路兽，在你没进化成天女兽之前，先把你干掉啊！正所谓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哇，哎，再看，我现在变成了平地模式。哇，瞬间又把它击杀了 ，nice， 太完美了啊！捡一波血瓶，省得被下面这个牙骨兽给端了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追着它就一打。哎，哇呼呼，它死了再看 ，nice。等会儿，我19级不跟你25级的刚啊。好，我们跑。哇，哎，等着，我去叫人。哼，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游戏的组队模式。哼哼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已经和小西巴组上队了。哦，姚太医哥哥，我选的是迪欧兽。嚯，你猜我是啥？吸血鬼牙骨兽。骚不骚气？骚气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我现在进来了。我现在也进来了，哥哥。话说你好像就在我上边呢，来往我这边跑。你想必就是那个小蓝点吧？啊，不对，我是一个小绿点。这有人在打架。嚯，小西巴快来帮我。哦，等，不用帮我了啊，快死了。哦，救命。好，我们现在打一波小恶魔兽。妈，他居然追我，疯了吧？啊，我来陪你。可能是我这个皮肤太过于明显啊。对，不要紧。哦，你太过于招摇了，你知道吗？小西巴，你在哪呢？哎，马坐蝶罗飞快。我没有。啊，来了。好，你把他先打死。哇，旁边有个甲虫兽。有个人。干他！我追他，哥哥。啊！他捡了我们的经验。哇，他死了。等会，这还有牙骨兽。哈，你莫从。哦，快跑！不要跟他硬刚，他比我们高级。哇！救命，我要死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宝宝快跑！等会儿我来救你了。等会儿没气了。Oh my god！ 没气了。哇！不愧是马坐的卢飞快，跑的就是快啊！哎，话说你在哪呢？哦，我看见你了。我在这。好，快打点血瓶。我在这里。好的，来杀一点小恶魔兽，快把那个血瓶捡了。对，好，我现在有加血了。哦，吓死宝宝了。哦，我接着杀恶魔兽，你莫走哦。哎。哦。血瓶子，哇！我们赶紧升级进化吧，来！不，只要打到15级。哎，话说你又被打走了。啊！我死了。来，你四处打一点小恶魔兽，你看我现在都12级了。我7级了。一会儿我们2进化，哇，那个画面简直骚气。好的。好，就是这边。哇！仙人掌兽。这个人在我旁边进化了。No！ 有只甲虫兽。哈哈，死吧你小子！哇，你们就这样打得起来？你个一级的还想跟我14级的杠啊？啊！哇，简直疯了！好，跑！我追！我继续打恶魔兽。阿啾！好，再追一波！啊，追不上了。嘿嘿嘿，捡个血瓶，然后再捡几个经验，我就可以升级了。哥哥，我这里有两个恶魔兽，快来看我呀！快来看我！我要进化了！啊！我要进化了！等会儿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，哥哥。哎，这仙人掌兽居然不打我！他可能觉得你看起来比较厉害。哇！我也进化了！哇！我看着你进化！啊！你怎么那么帅啊？我黑不黑？没错，进化了之后也有皮肤了。我的成熟体也是有皮肤的，好不好？太厉害了，这个黑暗巨龙兽，来吧！仙人掌兽快死了，你看。快！还差一丝血，耶！快把我打死！还有个霸王兽，干他！哎，好的。还失兽，等会儿。我来帮你，哥哥。让我把他眩晕一波。追上去就一号，妈呀，你差点射我了！我天，哇，海狮兽也死了，
Yes！ 哇哇，好多东西！哇，简直太骚气了啊！来吧，小希望，你跟着我有饭吃啊！射我！谁？吓死宝宝！他敢射你，我们也射他！来吧！呀，不就十七级吗？你小子挺能啊！哎，我吐个火球，晕他一波！哎，我射到你了！我怎么可以这样？妈呀！我错了，感觉背后一瞬凉意，怪不得我长这么黑，原来是被你烤糊的呀！哈！哦，哥马兽，来把你弄死！我最喜欢以大欺小了，来吧！我好怕射到你，我还是不射了。他被卡住了，你看，哎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往这边走。哦，他把我薅晕了。好，再过去一波。好，来，过去侦查。哟，哎，打不着了。我有点没气了。对呀，哦，还有两分多钟这局就完了。来吧，我们去杀人。呀，哈哈，不不不，他比我们大好像。哈哈。快跑，小西吧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大哥，对不起啊！十七级的哥哥，哇、哦，快快！哼，你去打你的十七级吧，有个二十八级的在追我，啊、救命啊！啊我打十七级，有个二十多级的来了，哦，他也在追这个十七级的，好吧？哦、原来大家都是这种人。这个天如果说什么一直跟着我呢？啊，就因为我长得黑吗？不至于吧？啊、可能觉得你长得萌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非洲人，又不是欧洲人，我天，我钱都没有，我天。好，我们接着往前跑啊！嗯，慢慢的，别跑啊、哦！他应该跟不上我了吧？啊！算了，我还是去找你吧。我觉得我追不上他，我没有气了。我是不知道我在哪儿了。妈呀，他看见我了！我去，大哥，放我一马呗！我天，不过我快升级了。不是他要看见我了。我应该立马满级了啊！哎，小仙人掌声啊！呵呵，今天遇见我就是你的末日了，我晕你一波吧啾！哇，他被这棵树卡着了，哎，他怎么瞬移了呢？我天！嚯，但是瞬移了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哎，他快死了，只差一丝血，一丝血！哇，没打到，成功击杀 ，nice， 太爽了！哎，我怎么老是长大这个？这个加鲁鲁少，我天，大哥别追我，好恐怖啊你！boss 已出现，哦，他应该去打 boss 了吧？啊，哼，最好别追我啊！别过来，哦、别过来！来吧，你个比多少？死吧，小西吧，快帮我！来，等会儿我被电麻了，我天！他死了！死了！哇！快捡一点经验，然后捡血瓶。哇！好的。太爽了，我现在三十级了。我要跟着你。好的。你怎么那么炸呀？这有个仙人掌兽，我猜他碰到我就会死了呢。不会的，哥哥，我帮你打他。好的，我也帮你一波。哎，你站远点，小心我打到你。哎，快跑快跑！对，快追他。好，死了，哥哥，您捡血瓶。耶！太爽了，简直是天衣无缝的配合呀。哎，他说你的技能是啥来着？是射我一箭吗？对，哎，你看我射他，我射他，我射他。哇，还会吸气呢！你这个暴龙兽，你有我黑吗？啊！嘿，哇，快打他！来，我训晕他一波。啊，要结束了。没错。嘿，小希望，我们再去打一场团队排位咋样？好的。再看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匹配了。呵呵，那么这个团队排位模式呢？它是4v4的推塔玩法啊，哇，非常的容易。开始了。哇，这个怎么打啊，哥哥？你看到我们这三个塔了吗？只要把这三个塔推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赢了啊！我是说推对方的，有没有？好的。那么先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发育一波，发育就打野啊。嗯，这个野区嘛，这个很多野怪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等会儿，咱们队友都升到十二级了，妈呀，我才六级，我是怎么升到六级的？我也是哎。升级好快哦！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啊。好。我仿佛跑到了对方的野区。第一路兽，没有 我还是撤离一波。这个地方不好走啊，你就跑了啊？当然，怎么能到对方的野区呢？啊，刚开始他疯了我。我看见了，第一路兽14级了。对呀、啊，他都快进化了，我天！好啊，我到野区了啊，来吧！哇，这个猛鬼兽居然会打我！我天，他会反击了，妈呀，把我吓的！有人来了，他们要跟我们刚吗？嘿嘿，哎呀，刚啊！他跑了啊！我来了！好，接着打这只猛鬼兽，决定就是你了！哇！不，是哎，不，
我被别人打晕了，我去，吓得我一激灵。哇、哦，你这是敌路兽，看我的！哎，滋！嚯，我对面把他耗死！你妈操！啊，躲一波啊，不要紧，好不好？呜、哦、瞬间我闪走了，哈哈！哎，在我方塔下你还能打我不成啊？嚯、哦，就是，他真的能打我去？那咋回事？嚯、哦，我知道了啊，我们这个塔好像没有攻击效果的呀，啊，只能给我们加血。嚯、哦、天！啊哦、那也足够安全了。啊、不管了啊！哦、猥琐发育，别浪。好，打他们的塔！哇！趁他病要他命！哦不，他们缓过神来了，我去！你们挺聪明的。哎、快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了，我怎么被射了一炮？哇、哦！我被晕住了。哎，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我死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换人的啊。你看这点击更换数码兽啊，但是我并不想更换，还是用这个假神兽啊。哇哦，我们还有个塔、哦、慢慢的向前，我跟你说死的多没关系、啊、主要是把塔保住就行了啊。来吧，哇、哦、对面的仙长兽进化了，你这是加鲁鲁兽。哇、哦、天女兽快围殴他，他死了吗？哇、哦、他还没死，我去、哎、他都跑了。对呀，哎呀、嗯、还射我一炮呢，你知道呀、yeah, 看我电、我用我的小技能施法咒日、怎么样，感觉麻了吗？我感觉他要哇、哦、他被我耗死了。哇、哦、就是这么一瞬间我进化了，嘿嘿。哦，加成兽什么时候到我进化呀、啊、不朝我去打一下。哇、哦、你敢打我队友，我还把他打死了、哦、我去。他要干我了、oh、God, 我要死了我去。哦、oh, no， 走小媳吧，打塔，哈哈，他们已经死光了。哎，怎么又来人了呢？啊，不要紧啊，这有一个有心之堂，把他们的小船给拆掉。哇，船炸了，耶，他们的船翻了，哇，这是一个海狮。别急，哇，看我的，哇，放电电死他。哎，他不见了，好厉害。好，我要这点血瓶啊。哇，这是第三个塔了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哇，这在推，要推啥了？我来了，希望之塔啊！我被拽死了！我天，我跑了！哎，你跑了？我知道了，这个游戏一定要开团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啊，怎么呢，哥哥？我来发条命令，嘿，回防，都给我回防！稳住！那我来，我们能赢！大家跟我一起进攻！刚刚跑了 Ranger， 哇，斯巴克放电 ，Yes， 等会儿上面还有一只海狮兽，啊，让我去干掉他，哈哈，哎，他也死了 ，Right，Nice， 他被我们的队友打死了，我们可以往前冲了，哈哈，知道什么叫反操吗？你看我们现在四十多比五十多，我们还能赢？哎，我怎么点的是撤退？点错了，点错了，进攻。这游戏实在太好玩了。哦，什么？来吧！呀、yeah, ，你这是海狮兽！我放电！滋！哎，大哥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大哥！放电！放电！哎，我怎么放不出来电了？啊，没气了，我去！我对面的暴龙在打我！没关系，我们开团上，把他们的希望给拆了！呀、yeah ！好的，哥哥，我用我的暴龙来拆。你们完蛋了！哇啊！哟，我是不是要破产了？没错！哇，太好玩了！我天，好激动呀！他打不死我们的，你放心！哇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了！一波，哥，快搏！就是哇！哈哈哈！哇！最后的希望被我给捏碎了！哈哈！行，那美式平行斗去吧，我们现在见，拜拜。